老公要通宵啊！嗯，像我要交个方案，新来的蔡总挺器重我的，说不定我的机会真的来了。都换了三个上司，都说我给你机会，结果呢？光是勤奋没有用的。你们蔡总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。偷拍他那张照片给我看看。 我下礼拜给他选条围巾，孝敬他一些。没必要啊。挺老婆的话，都有证。听老婆的话，都有证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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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你怎么才来？路上遇到点特殊情况。什么特殊情况呀？你该不会是路上碰到劫匪了吧？哈，然后跟他殊死搏斗，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，才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的，来那么晚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去，不是吧，兄弟，那么烂的梗啊！哎，你送给女神的礼物呢？哎，对，礼物呢？这是我最喜欢的花，是吗？他可真懂你呢，是吧？哎，你们懂什么呀？这特别的花才有特别的意义，对吧？对，对吧？对，我就觉得这花特别好，虽然看上去破破烂烂的，但是残缺就是美嘛，残缺就是艺术呀，对不对？这花好，我喜欢。我有点事儿，先走了，你忙吧。走啊！王山，王山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才刚来就走？今天是我生日，你这么一走，我还有面子吗？知道是你生日，我这不出意外了吗？意外？勇斗歹徒是吧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起早贪黑、省吃俭用，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为了我，都三年了。这不是我要的，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让你娶我，我拿什么娶？行啊，就不要联系我呀，这么狠心。
你是？我也许是另一个苏欣。激动越好，面部充血，皮肤更有弹性，利于脱落。你很美，我需要你的皮变成你，让我代替你跟王生好好的谈一场恋爱。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谁？另一个苏欣。王生辉是爱你，他爱你什么呀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学，我会很努力的。你喜欢王生，留着你，教我爱他。我是苏欣，我爱王生。我是苏欣，我爱王晨。王晨喜欢什么样的你呢？长得真好看，可惜你就在我。苏欣，苏欣，咱们回家吧。回家，好啊。不敢了，下次一定不敢了。到底喜欢我什么样子啊？喜欢你什么样我都喜欢。
那这样也喜欢吗？这样更好。昨天晚上表现不错啊。失踪三天，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学习使人进步啊。学？金鹤，你希望我做什么？一定要告诉我。你回来上班了？哎，苏欣来了。苏欣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我以为你死了呢，信不信我炒了你？信。找得巧。把他噎得够可以啊。对呀、啊。难道我该不信吗？这几天没见，怎么还变幽默了呀？哎哎哎，今晚上咱吃好吃的去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晚上我要给王生做好吃的。这王生怎么你了？是不是有家暴？还是你有什么把柄被他抓着了？作为女人，不是应该给男朋友做饭吗？哎哎，就你这厨艺，你是准备虐待他的胃啊，还是准备俘虏他的胃啊？哎，对了，这三天你跑哪儿去了？怎么一个电话都没有呢？晚上聊吧，啊，晚上聊。苏欣在吗？找我。见过他。见过。在哪里？在电视上有看过报道。王生，王生和他有什么关系？王生还好吗？他很好。打扰了，谢谢。想多了，挺正常一姑娘，没什么三角情杀的可能。认错人了。
不好意思。去哪儿啊？苏欣，苏欣。跟谁学的？跟我妈做的一模一样。喜欢吗？你真懂我。因为哲学家说过，与其改变对方，都不如改变对对方的期许。你不是苏醒。你不是以前的苏醒了。你是我的女神苏欣。蔡总，喂，蔡总，啊，现在就去吗？嗯，没有什么了。比平常我老婆的手艺更重要了。你去吧，菜凉了还可以再热，机会丢了可就捡不回来了。喂，小丹。我觉得我男朋友最近对我没什么兴趣，别说交公粮了，都不怎么抱我。每天晚上偷偷自己躲在卫生间里玩手机，他对你是不是有二心了？我怎么知道呀？直接问他。怎么问？亲爱的，你外面是有人了吗？他说是的，所以我才对你没兴趣。怎么可能？他又不傻。爱情既然这么复杂，何不傻一点呢？哎呦，美女都在啊。完了，加点菜啊！哎哎哎，你最近是不是对我们家小丹不够周全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可是一心一意爱着我的小公主啊！我怎么没发现？哎，我第一次见你，我的心就放在你的心窝里，由你来决定它是欢喜还是悲伤。由你来决定它是欢喜还是悲伤。亲爱的，这是跟哪个女孩都这样说呀？滚！你是不是很高兴啊？一直想看我笑话，终于得逞了是吗？哎，哪个男人不偷腥？男女之间这点事儿不就是隔着一张纸吗？不是所有女人都跟你一样，把那个一事无成的王生当宝贝。一事无成的王生可不好找，三心二意的渣男可多得去了。你要不嫌弃，我明天可以帮你找三四。就不是好男人。好男人不一定要有钱。那为什么小丹那么在乎男人有没有钱呢？因为好不能当饭吃。我搜索了爱情跟钱这两个关键词，古今中外都在歌颂跟钱无关的纯真爱情，
缺什么，就歌颂什么。那你嫌弃王生，也是因为他没有钱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没有前进的勇气，更没有后退的余地，又不甘心于趋于现状。我实在不知道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。那你为什么还跟他在一起？也许是一种习惯吧。习惯很难改变吗？不像改变程序员那么简单。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宝贝儿，我在九龙岗应酬呢，张总来了，我们公司的客户。你少喝一点，我去接你。光我一个人喝，这气氛也不热烈呀。你们也不喝酒？喝的喝的，我酒量不好，我这不是派了代表来了吗？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再敬张总一杯。张总，敬你一杯。哎，啊，这是我女朋友，这是张总，这是我领导蔡总。你好。你平时是不是管王生管的比较严呀？喝酒放不开，我是酒量不行。别，来，干一个。张总，我陪你喝一杯吧。哟，王生，你女朋友可比你有魄力。今儿谁要是把我喝到桌子底下，咱合同就签订了。撂倒。张总，您什么时候签约啊？你想我，我养你啊。好感人，这就是爱情，对不对？对，以后我也养你。那我就天天煮饭给你吃，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那我就爱死你了。袜子。不是你闻闻你的，你闻你的。我怎么哭了？四地沟油。每天一束花，天天好心情。这得多少钱？进口的雪花，牛小排，
咱吃得起吗？我给你做的最爱吃的宫保鸡丁，我尝尝。嗯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家了？离开公司的时候还有点舍不得呢。按照你的要求，我辞职了。好的呀。不是你跟我开玩笑的吧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以后就靠你养我了。你觉得幸福吗？当然。还有比十二万更高的吗？这花瓶真十四万，你喜欢？十六万，不喜欢。十八万，好，十八万一次。二十万，天哪！这位先生加价到二十万了，您确定吗？二十万，先生。二十万一次，二十万两次，二十二万，天哪！这位女士加价到二十二万了，朋友们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现在已经加价到二十二万了，爱心捐款已经到二十二万，现在二十二万一次，二十二万两次，二十二万，成交！恭喜各位漂亮女士。酒量好的女人一般都胆识过人，有眼光，兄弟。咱家要存款还有二十二万三千多，足够啊。可是我们瞬间回到解放前了。那就等待解放呀。那是我们买房的首付。现在的房子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们不是要结婚吗？没房我们怎么结婚？为啥结婚要有房？你就不能为我想想吗？在那个租的破房子里结婚，你就那么喜欢让别人看我笑话吗？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吗？结婚从来就不是你我两个人的事儿。虚荣的人才会把结婚当做表演秀给别人看。我虚荣？你真能反打一把。苏欣，虚荣的是你。为了引起关注，为了显得自己高尚，是你拿着我们所有的家当去换了一个华而不实的破瓶子。这不是献爱心吗？谁来给我献献爱心吧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您拨打。
他已经不爱我了吗？他都两天没有回来了。爱一个人不容易，放弃一个人也很难。你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他说过他会爱我的一切，一切不是包含缺点吗？那你爱他的一切吗？也包括这些缺点吗？对人类来说，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人类制造机器人是希望他们来服务人类，但是现在机器人变得强大了，反倒过来控制了人。比如说你控制了我，就像人类制造了钱，钱也过来控制了人类。苏欣，你在加班，先不说了。加班太累，注意休息。知道，挂了。他喜欢上他的上司了，蔡总，我看到他们抱在一起，不可能，他不会背叛我的。也许他背叛的是我，你只是个机器人，你懂什么叫爱情？我除了爱他，我什么也没做。你把王生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不好意思，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。他可以遗弃你，可是我绝对不会放弃他，因为我可以是苏欣，我也可以是蔡佳玉。你有没有觉得你女朋友最近跟以前有点不一样？女人善变，她现在变得很奇怪。看我的，随便问一句，解除嫌疑，大家都踏实了。苏欣，你最近很忙。对，最近有三个方案要交。我不知道你今天要回来，没有做晚饭。我问你个问题，我问，你答，你是不是机器人？我是机器人，我是你的机器人，每天为你整理房间，给你煮饭，了解你的习惯，知道你所有喜好，我知道你几点起床，什么时候要刷牙，你的一切我都知道。你喜欢机器人吗？你不喜欢机器人。
你喜欢蔡总是吧？你爱上了蔡佳玉。你怎么了？我要去找蔡佳玉。苏欣。不会让你重新爱上我的。皮给我，跟着，别动！救命！别走，跟上，叫个人报仇！救我！救命！救命！不要动！站住！别动！苏欣，苏欣。你到底爱过我吗？爱过，我一直爱着苏欣。你爱我吗？爱你。结婚吧。我愿意。